好，大家好，今天5月19，星期三，天气呢，多云时晴啦。那在山上呢，倒是乌云蛮厚的，这边你可以看到乌云真的是很厚，尤其是往东边的地方。那当然还是希望今天能够真正的下点雨，因为再不下雨，其实真的是弹尽援绝了，可能连鸟呢都会死掉一大堆，因为渴死了。那这个是现在台湾不只有疫情啊，还有缺水的问题，缺电呢是还 OK，缺水的话呢真的是不行。那我也不知道了，现在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因为真的是无可奈何吧。OK，我们等一下就要下去巡视一下。看看今天这些鸡仔们怎么样？因为昨天呢，下山陪女儿，一起吃吃饭啊，聊聊天，那今天到了中午又上来，OK，我们等一下就下去巡视一下农场咯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4只小鸡仔。那今天去巡视的结果呢？发觉我的芦花母鸡呢，已经结束了它孵育的过程，已经出来进食了。所以这个孵育的过程里面呢，算结束了，我也放心了。要不然我还真担心，它呢一直死守在那个巢。它的窝里面，孵它的所谓小鸡仔，那就很辛苦了。那还好它有离开，也开始进食，所以代表它应该已经 OK 了。那这些鸡仔呢，已经应该今天算起来应该是第4天了。那现在接下来呢，就要靠它们自己。看他们可不可以存活下来，完全取决于在他们自己。那看起来应该是还好，因为我给它的温度呢，应该是还是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还可以接受。那看起来还蛮躁动的，也就是它的活力还算不错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新进的鸡伙伴。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长大咯。OK。